太吵。真的，他太害羞了，就用就是用一般的方式，然后因为他很自信自己像。政见会办到第四场这么顺利，这是民进党民主进步的表现。那我会利用今天最后一场这个机会，完整的向国人同胞报告我的想法跟主张，赢得大家的支持。那主轴会锁定在哪里吗？等一下就会跟大家报告。谢谢。谢谢，心情如何？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，准备好跟人民要说。里面太多，你那边唱太夸张了。我先讲。你刚才问了什么问题？心情好不好？最后一场，心情如何？心情还好啊，心情还好。好，谢谢。准备好什么要跟人民报告吗？你等一下仔细听就知道了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心情很好。